你不是不知道吗？我就让你知道知道，我喜欢你。合班，文化生和体育生的目标不同，学习方向不同，根本无法和平相处。为什么要合班呢？我有一个朋友，他就是食欲不振，总是头晕眼花，还总容易摔倒，最主要是身上还有好多淤青。在哪儿了？我看看。哎，不是我，是我的一个朋友。你有病是吗？有病吃药去。你整个人都能整错，你还能干什么？我拜托你们，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，斗来斗去的有意思吗？还有你，我请你以后离我远一点。李叔，你书包掉了。不要靠近我，我是一个危险的男人。我没靠近你啊。你没发现我好久没有来学校了吗？还真是，我还感觉你有点不太一样了。这么长时间你去哪儿了？想知道吗？正义这个人吧，就这样。我从小跟他一起长大，他小时候就学习不好，后来就不上学了。他总觉得我是他女朋友。那你喜欢他吗？你说呢？李楚，我跟郑毅说清楚了，我跟他不可能。拜拜。啊！妈，妈，你明白了？我错了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三天不打你就上房揭瓦，是不是？什么是爱？爱是温柔，是照顾。好，头挺着。爱。是理解，是包容。许晶晶，你要是把牙膏敢给我滴到身上，我就不……你说怎么样？跟我断章摸子关系？你康家伟？没错，正是在下。行，许晶晶，什么？行，一定要打足吗？去哪儿啊？我们，我们哪儿也不去啊。哎，您这鞋脏了，我给您擦一擦啊。给您拜个早年，跪好。我光着脚也能赢你，不服再来一局。恭喜你啊，赤脚大仙，您这是脚底下踩了风火轮啊。要不我这双鞋借你啊，反正我也用不着。整天形影不离的，跟过日子似的。哎，闲得慌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根本不会喜欢一个坐轮椅的瘸子。下个月是运动会，我跑鞋坏了。下个月是运动会，我跑鞋坏了。才买了几个月啊。
角度问题。整个比赛过程我都在场，是他们的队员拉我们的。视频有假吗？如果你们这样的话，我申请仲裁。你是他的教练，你的政策不够客观，我们怎么可能给你们的一面之词去修改我们的判决？什么叫一面之词？我没有让你们修改，你看不见吗？好啊，那就拿出你全部实力，让我看看庄月到底教了你什么。加油。你也是。